原标题章子怡晒女儿三岁生日全家合影网久，两个女儿都长大变漂亮了。自从章子怡嫁给汪峰后，两人的婚姻也是引来热议，很多人都觉得汪峰配不上章子怡，毕竟两人年龄上也有较大的差距。汪峰更是多次结婚离婚，章子怡自然是大不一样，嫁给汪峰也让很多人觉得不解。不过两人在婚后非常恩爱，并且很快有了女儿醒醒。章子怡嫁给汪峰前，汪峰身边就有女儿小苹果，而小苹果的母亲是葛慧杰，两人是一度撕逼。对于自己的继女章子怡，则是视为己出。从章子怡所晒出的照片看，章子怡是经常带着大女儿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玩，三个人在一起画面也是显得非常的和谐。最近章子怡汪峰女儿醒醒三岁生日，汪峰和章子怡都先后发文祝福女儿生日快乐。章子怡称汪峰写的感言读完之后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章子怡还称女儿已经长大懂事了很多。很多网友看了章子怡和汪峰晒出的照片后都觉得两个女儿长大了不少，